这是他每天迎接清晨的姿势。每天都要重复的动作，因为这样可以让他很踏实地知道自己还没有暴露。他是狙击手霍春辉。香烟，卖香烟了！香烟，香烟，香烟，卖香烟了！哎、来吧，好的们。啊、哦，好的。来，香烟，香烟。汪精卫的特派员是岩本，明天到天津。他携带了一份日汪青岛协议的会议纪要，其中记录了汪精卫卖国的具体条款。据悉，军统方面要暗杀他。老家的命令是，不惜一切代价拿到这份纪要，好彻底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径，发动民众积极抗日。知道军统的行动地点吗？大方饭店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在码头和大方饭店之间找到我们的行动位置了。对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他们准确的行车路线。我来想办法。行动地点确定后，小黄会带四个同志伏击撤退，劫走失联本的车。你负责高点狙击，为防止万一失败，我开车接应。明白。生日快乐。来，王敏，尝尝。好。浓郁高茶，四蜜甜香，祁门红茶。主任，好兴致啊！王敏也是各种高手啊，佩服佩服。哪里哪里，早年为赵明先生牵马随灯，经常一起饮茶谈茶，略懂一二。嗯，哎呀，汪先生和日本人谈好了，我这儿也是如释重负啊。是啊，当代的滋味不好受啊。嗯，明天特派员的事儿安排好了吗？啊，你放心，明天我亲自带队。好好好，进来。主任，啊，王副主任也在。有事儿啊？啊，有学生上街游行。你说这帮学生吃饱了闲不住啊？最近对汪先生不利的传闻越来越多，这段时间啊，千万别出什么事儿，让共产党和老蒋那边钻了空子。黄明，嗯，你来处理一下，只要没出多么大动静，给他们打散了就算了，好吧？好的，主任，我这就去。主任，
一个朋友从北平带来的，说是宫里的玩意儿。秋辉啊，哎，王先生一直教育我们说要廉政啊，这下不为例啊。主人教育的是，嗯，我过两天还会有一批货到，最后一次。你呀、啊，好，于队长，哎，后面说。换黄宇的事儿，我给你找好人了。哟，这么快啊！黄秘书，手眼通天啊！上午有空吗？哟，今儿不行，我汉主任直接下了任务，要我去查几条路线。哎，你们的事儿别跟我说，忙去吧，忙去吧。啊，等我回来啊。几条路线的几个字眼儿，让霍春辉敏感的感觉到，这肯定和明天的行动有关。喂，二叔，哎呦，可算找着你了。我那个同学小李啊，找不到地方，还在大街上乱转呢。哦对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哎，哎，从码头到大方饭店有三条路可选，行动队把这三条路都走了一遍。春宁街、海湾路，还有狮子林。你觉得他们会走哪条路？海湾路经过百货大楼商业区，一路上商店林立，人多拥挤。军统的人如果在这里动手的话，会很容易，而且不容易追拿。所以潘玉贵一定不会选择这条路。狮子林地广人稀，又有树林掩护。是一个非常好的伏击地点，也一定不会是这里。那就只剩下春宁街了。春宁街路面较宽，没有什么高层建筑，一定是这条路。有道理。还有一点，潘玉贵让我安排清扫清源别墅，我怀疑清源别墅才是失联本的住处。也就是说，失联本真正的目的地是清源别墅，而不是大方饭店。那军统岂不是扑空了？春宁街也是到静园别墅最近的一条路。这儿，海光寺。对，我们就在这里动手，京华报社。
程秋，追！你没事吧？他不言情。你起坐。特派员，您受惊了，我确实是没想到。请代我向王副主任的家属表示歉意。还有。那几个兄弟，是是，我一定做到。您也要保重身体啊。春辉，春辉，春辉，哎，啊，主任，来。我来介绍一下，嗯，这位是施特派员，这位是我的秘书霍春辉。特派员好。啊，你好。过来，啊，坐吧。啊，潘主任，王先生日前已经和日本政府正式签订了协议，新的中央政府将在明年正式成立。啊，太好了！日本政府已经同意我们逐步的收回上海、青岛、天津等地的日本租界。成立领事馆，一切都会走向正轨。但是，目前国内的舆论导向对我们很不利，这也是王先生最担心的。是啊，最近军统和共产党的人在天津活动特别频繁。新政府建立在即，我这次受王先生的委派，主要是物色天津新政府一些重要部门负责人的人选。按照日汪协议的纪要进行政府的筹备工作。潘主任，嗯，在这个时候安全保证很重要啊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必全力而为之。再给我一分钟，就能把那该死的车开走。王哥白白的牺牲了。没想到潘玉贵会来得这么快。不管怎么样，还除掉了王华敏这个祸害。要想办法尽快拿到机要。王精卫派专人携带机要回来，而没有通过电台。这就说明这份机要一定不会直接交给天津筹备处，一定是失联本人保管。接下来，我会争取负责他们全家的日常起居。几天了？无能之辈。王华敏是人家汪先生的人，
我都要敬他三分，说死就死了啊，你怎么保护的？你让我跟人家汪先生怎么交代？是我失职，光说失职有个屁用啊，是不是你给我打包票了啊？这条路线是不是你选的？要不是当时我去得早，那特派员还不定出什么事呢。进来。主任啊，天意啊，你先坐会儿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李明，特派员可是新政府华北地区的特派员，刚来天津第一天就出这么大事儿，你净给我上眼药，上头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替我背这个黑锅。主任，那我两天时间，两天时间查不到人，你也不能见我了。你霍春辉此时意识到自己大意了，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他端着烟灰缸的手没有动过，如果没有经过训练，这是普通人绝对做不到的。眼下的这个马天一可能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哎呀，这位是咱们筹备处新来的马副主任，这是行动队李队长。幸会幸会幸会。这是我秘书霍春辉。好，马副主任，幸会幸会。好，幸会。哎，霍秘书，我们是不是之前在哪儿见过？没有吧？可能是小人长得太普通了。马副主任，哎，你来太好了。从现在开始啊，天津筹备处的主要工作就全靠你了。啊，不敢不敢。主任您这么说，天意真是诚惶诚恐。请。马副主任辛苦了。霍秘书，哪里人啊？哦，我是湖北武汉人。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好地方啊。是，好久没有回家看看了。像你我这样戎装在身的人，自然是忠孝两难全了。霍秘书，参加过直罗镇战役吗？直罗镇战役？哦，那是民国24年的事儿了。那年我还在孙元仲将军的第三师师，就在我湖北老家。哦，那是我认错人了。啊，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啊，哎，马副主任，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好，我过两天再来安排。啊，客气，客气了。霍春辉心里在打鼓，马天意是什么来历？怎么会认识自己？自己从没有见过这个人，看得出他已经怀疑自己了。这是个不好对付的人。香烟，香烟，香烟，来香烟了。好的，们。哎，好嘞。站住！站住！追呀！啊！霍春辉突然意识到，这可能是个局，是来试探他的。可能此时正有人在看着他。主任，我昨天看了一些资料，也仔细勘察了现场，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对方有狙击手，枪法非常好，一枪打死了司机，又一枪打死了王副主任。
师特派员就坐在车的左侧，为什么会没事儿？那也许没来得及打呗。而且我们还放风说师特派员会入住大方饭店，军统的人都布置在饭店周围，可出事的地方却在海光寺。你的意思是共产党？肯定错不了，他们要劫持师特派员。他们劫持他干什么呀？为了那份纪要。啊，爹呀，你这么一说对呀。还有主任，当天真正要走的路线只有您和王副主任知道。为什么共产党会在这条路上动手？您觉得这是巧合吗？不是，天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怀疑我？王华没死了，你怀疑我给共产党送的信儿？您玩笑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的处理有内鬼，而且是共产党。内鬼？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我仔细想了一下当天发生的所有细节，只有一个环节会出现问题。哪个环节？实际目的地静园别墅被共产党知道了。切，不可能。怎么可能啊？这个静园别墅是霍秘书负责打扫的吧？你是怀疑霍秘书啊？主任，您掂一掂这个烟杆，至少有五斤重吧。当时霍秘书单手端着这个烟杆，足有三分钟手不动。这算什么呀？他本来就是军人出身，而且他愿意在我面前显示一下，这无可厚非啊。好，主任，我给您说个故事。民国二十四年，我们团奉命支援被围在直罗镇的109师。我见识过一个共军的狙击手，我身边有11个兄弟死在他的手里。我当时拿起望远镜要看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刚看清脸，啪的一个子弹打过来，我一低头打飞了我的帽子，就差那么一点我就没命，所以我记住了他。哎呀，四年前的事儿，你不会记错吧？别说是四年，就算是40年，我也不会忘了他那张脸。虽然这烟熏黑了一些，但他的嘴角、眼神跟霍秘书几乎是一模一样。天意，你绝对记错了。他的原先是国军30军的人，而且介绍来的人非常可靠。你记错了。绝对记错了。是是是是是，他的档案非常清楚，没有一丝漏洞，这更是我怀疑他的理由。你这叫什么逻辑呢？哦，档案清楚反倒不行？他调动那么频繁，这兵荒马乱的年代，这种情况下履历整齐的不多见，没有漏洞更值得怀疑。好好好，我不想跟你矫情，也就是说你打算怎么办吧？我已经派人去试了。好，进来。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小子太怂了，一打就趴下了。公文包也查了，没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啊，下去。是。哼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不要胡乱猜疑，霍秘书可是跟了我好多年了。进来。主任，马副主任，师特派员的女儿已经安排好了。啊，哎，霍秘书，你这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？
多谢马副主任关心。早上碰见几个小混混，打了一架。什么人这么大胆呢？我一定给你查出来。不劳烦您费心了，没什么大事。行了，走，跟我去看看那位施大小姐。别急。小云。哎。来。这位是春辉。小云，是你啊。嗯，爸爸。嗯，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我的大学同学霍春辉。哦，这么巧啊。这样，春辉，嗯，既然你跟施小姐是同学，那她北安家的起居保卫由你负责。是，主任。小云，嗯，你跟霍秘书叙叙旧，我跟你潘叔叔他们谈点事儿。好。二位请。啊，好。特派员，这两天还顺利吧？和平救国的理念很多人都不接受啊。嗯，特派员，其实有时候也没必要顾及别人的什么想法。潘主任，我这个人做事儿习惯服众。只要制定好规则就行了。啊，规则已经制定好了。你是说纪要是吧？来来，喝茶。啊，春辉，嗯，你的脸。啊，没什么事，不小心碰了一下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找了你很长一段时间，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在天津。毕业以后我就参军了，南南北北的，一晃就这么多年过去了。你还好吗？好。你家里人也在天津吗？哪还有什么家里人啊，就我自己，光棍一个。这次我和爸爸来天津，可能会待上很长一段时间，你能多陪陪我吗？那当然了，天津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。可是你爸爸他能待得住吗？王先生那儿有那么多大事儿。我爸爸这次来主要是负责天津新政府的组建。哦，那就是常住了。嗯，真怀念咱们上学的时候，好想回到那个年月啊。霍秘书，嗯，还不走啊？好。小云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。哎，春辉啊，嗯，我家里还好多书没整理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春辉啊，那你就多留一会儿吧。是。来，喝茶。哎，谢谢马主任。哎，李队长，马副主任啊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听说马主任追随汪主席多年啊。啊，汪先生算是我的恩师啊。哦，哎，那以后请马主任多多提携啊。好说好说。王副主任死的那天，你们勘察路线的事情有没有告诉过其他人呢？没有啊。啊，喝茶。哎，李队长，你觉得霍春辉这个人怎么样？霍秘书。他人很随和，人缘也挺好的。出事那天你有没有见过他？没有啊。后来知道潘主任派他去清扫沁园别墅了。那还有谁知道真正的目的地是沁园别墅？你知道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呀，除了两个主任就只有他知道。主任挺信任他的。问题就在这儿，越是信任就越要小心呐。哦，出事的那天上午，他到底在哪儿呢？这得查清楚。是不是去干他的老本行去了？
王副主任的死，主任还没敢告诉王先生。如果老弟你能把这个案子破了，我向新政府成立，你绝对不仅仅是个行动队队长了。啊，谢谢王主任提携，谢谢。那你就是愿意帮兄弟这个忙？是是，愿替马主任调遣。还有这件事情，我想暂时的秘密进行，不要让霍秘书有所察觉，毕竟霍秘书和主任的关系。明白。霍春回家对面有一家福来旅社，我这就去开一间房，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那就拜托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来来，哎，好。上车。不好，我们被盯上了。什么？先帮我放下。春辉，停车！快开走。来，霍秘书，你可想着点啊。李队长，您找我？霍秘书，藏得够深的。您什么意思啊？刚才开车那人是你？你等一下。谁特派员？春辉。小远，你爸情绪不高啊？哦，这两天他见了很多教育界的朋友，都拒绝在新政府任职。其实他心里早有准备了。大部分人都认为新政府是汉奸政府。秀媛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以后千万别再说这种话了啊。其实汪先生带着我爸跟日本人谈得很辛苦，尽管我不是很清楚内幕，但是从他们的日常交谈中我能感觉到，根本不是什么谈判，就是要全按照他们的意思进行。我真的很担心，最终我们家会成为历史的罪人。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觉得天津怎么样？住得还舒服吗？嗯，住得挺舒服的，挺好的。这里虽然不比上海，但毕竟也是花花世界。我买了两张今天晚上的电影票。真的啊？我都好久没看电影了。晚上我来接你。好。哎，喝点什么吧？咖啡、焦糖、玛奇朵。
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有些事情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啊，我去冲咖啡吧。哎，老马，好，正好你来一下。主任，我听行动队说你把李队长给派出去了。是啊。哦，但我今天也没见到他。那你赶快去找找吧。好，老马，南开那边又闹事了，你让他带人去把那几个领头的学生给我抓起来。这帮小兔崽子，这次啊。一定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哦，我这就去吧。你看什么呢？早就听说你爸是个大文人，果然如此。这些书只是我爸的一小部分呢。其实我爸平时不喜欢别人进他的书房。哦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我骗你呢。喝咖啡去吧。香烟。香烟，香烟，来吧，华大门。啊，好嘞。好，红细胞香烟。哎，侯秘书，文烟呢？钱四爷呀。哎呀，不敢不敢不敢。侯秘书，你昨天跟李队长好像有点事儿吧？买香烟了。钱不是问题。钱四儿。倒卖军用物资可是要掉脑袋的呀！哎，只要您同意跟皇军合作，就没事儿。再说了，即使有点小麻烦，我前色在日本人那边还是有些关系的。我知道，你前色现在算是彻底傍上日本人了。啊，这年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嘛。再说吧。卖香烟嘞。他已经暴露了。他必须要除掉钱四，一个计划此时在他的脑海里运转着。负担力量共奉献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哎，你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霍秘书让我来找你。霍秘书？那他自己怎么不来啊？他让你今晚到福来旅社206房间去等他的一位客人。还有，你要穿一身黑色的西服，戴一顶黑色的礼帽。记住，礼帽不要摘。黑礼帽。
杨鸟。怎么回事，兄弟？没见到货呀？哎，钱三儿，今天你的路算是走到头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没那么做过啊！你给日本人当奴才，欺负老百姓，卖假药给前方的战士用，简直就是个无恶不作的混蛋！你，你怎么？你去李队长的办公室搜集指纹，同时派人到福来旅社206房间搜集那里指纹，调到法医处。是。什么情况？很有可能是李队长。李明？不会吧？这表确实是李明的，是李队长的，看来不像是谋财害命。怎么都成这样了？面部被破了硫酸，似乎是积怨很深的仇家报复杀人。除了那块手表，还有一把福来旅社206房间的钥匙，应该能提取到指纹。提什么指纹？手呢？估计被丛林的野兽给吃了吧。哎呀，真惨啊！李明，可惜了，好人呢。
查清楚了，告诉我。是。失联本有什么动静？很不顺利。 没有物色到什么合适的政府人选，情绪也不高。不过，我发现石小云对他父亲的政治观点并不认同。是吗？当然，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。嗯，也可以试探性的做做工作。 啊，石家的保险柜在书柜后面的密室里，既要一定就在里面。 今天晚上，我争取负责石家安全，让小黄在窗外弄出点动静，配合我留在石家过夜。好，我该走了，今晚的事很重要。 进来，主任，尸检报告出来了。说，死者的死亡时间是昨晚6点到10点之间，致命伤是心脏破裂导致死亡。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在福来旅社206房间和太办公室都提取了指纹，经过和现场、钥匙、手表上的指纹进行比对，认定死者应该就是李队长。 喂，郭秘书，你到我这儿来一趟。是。郭秘书，依你看，李队长的死是谁干的？我觉得，可能是共产党。 为什么？李队长一直在调查天津的共产党地下组织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查到些什么，所以……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啊！哎，坐坐坐坐坐，快走走。你看昨天晚上啊，我本想找霍秘书聚一聚，没找到。你干什么去了？啊，我陪石小姐看了新的古装片。 《木兰从军》哦，我听说霍秘书和施小姐之前有过那么一段，让您见笑了，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昨晚你是特地邀请她的？谈不上，刚好有朋友送了2张票，很巧啊。马副主任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 算是在审问我吗？哪里，你相哪儿去了？你我自己人，那您对我这个自己人，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？怎么会呢？要不然处理这么多人，您第一个就查我？<笑>哎呀，春辉呀，对，总会有第一个嘛。马副主任，我在您眼里。 是不是特别像是一个杀手？霍秘书，你误会了。啊，你就是想太多了。怎么样，跟我一起去拜访一下施特派员？这个李队长的事情啊，还是要告诉他一声的。是，马副主任，请走。
啊，特派员，特派员，马副主任，霍秘书，请坐。啊，请请请。志辉，小云，你来了。是啊。马副主任，有事吗？昨天晚上，李明李队长被暗杀了。哎，这天津也不太平啊。啊，您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。智慧，你喝什么呀？我去弄。啊，听说施小姐昨天去看了电影啊。对啊，木兰从军古装片。霍秘书全程保护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马副主任呢？你在查案吗？哪里哪里。就是来看望你一下。马副主任，我是不是要留在施家保护师傅的安全？毕竟刚刚发生了针对我们的暗杀。好啊，那你就留下来呗。哎，也好，霍秘书留下来我就放心多了。啊，特派员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看好这里的一切，霍秘书有任何行动，马上通知我。是。是我想错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陈辉，陈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有人扔了燃烧瓶。特派员，你要不要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，爸爸？小玉，你没事吧？陈辉啊，这可能是那些反动分子闹事啊，不用管他。好，睡下去。小玉，睡下去。哟，主任，啊，这么晚还来啊？哎呀，准辉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了施家的事儿。哦，没说别的？没有，我把春梅留那儿了。啊，主任，嗯，您不觉得很巧？咱俩喝点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佩爷，
你还是怀疑春晖啊？我敢肯定，这个人绝不像表面上那样软弱。你是不是有点钻牛角尖啊？他有作案事件吗？巧得很呐，他居然请施小姐去看了电影，这不正好证明他不是杀李明的凶手吗？ 这个人说话做事毫无漏洞。我今天去了他家，发现了昨天晚上的电影票根。说明什么？一个男人可能这么细心的留着电影票根吗？这好像是故意留给我的吧？哎呀，查吧。 但要注意分寸，给咱们大伙留条后路。是是是。哎，主任，您觉得是不是有必要上面联系一下，让失联本把机要交出来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但今天晚上这件事情不简单。来，好，来，喝。 怎么样？晚上子牙河边见。春晖现在安全吗？还是被冰冻横死了。这就是子牙河啊。哦。真的呀？子牙？为什么叫子牙河啊？因为姜子牙在这里钓过鱼。 所以就叫子牙河喽。嗯，你骗我。谢谢啊，借个火。哎，主任，坐。李明的案子，嫌疑人查到了吗？ 周边的村子都问过了，因为太晚，所以没人发现可疑的人。哦，那你还是怀疑霍秘书？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，凶手不是他。我就说嘛，如果他要是间谍的话，那我这个主任还怎么干啊？可是，我总觉得这个人不太对。你啊，职业病。
进来。主任，马副主任，煤油的事调查清楚了，有什么发现吗？通过对黑市的调查，这段时间煤油的交易量不大，经过排查，剩下这三个人嫌疑最大。哎，马副主任，这个人一个新华书店的业务员，一次性买了五斤煤油。先抓他，我们已经把他家包围了。好，主任，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，抓住他就能挖出到底是谁在打赤联本的主意。马上出发。是。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哎，啊，干嘛去啊？去抓一个倒煤油的。霍春辉突然想到石连本家里的燃烧瓶，他意识到马天一的目标是小黄。喂，老板，我弟弟病了，你马上去看一下。霍春辉感到了紧张和恐惧，他直接给楚嫣然打了个电话，希望能来得及救小黄。别闹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下！别碰了，别打住！别动！再不站住，开枪了！别跑！你开枪！啊！啊！啊！我们，主任，怎么样？抓住了？死了，是共产党。共产党？我们在现场搜到了电台，是共产党在天津设的一个联络点。那收获不小啊！来。主任，我想再试试霍春辉。天一啊，我们现在是用人之际，
特派员那儿还需要他去呢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他是共产党，那特派员就太危险了。好吧，但是这可是最后一次。好，还有，有关那个共产党被杀的消息，我已经全面封锁了。明白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那麻烦您给霍春辉打个电话。春辉啊，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。好，进来。主任，马副主任。春辉啊，明天特派员要在南开大学做演讲，你负责陪同。是。扔燃烧瓶的那个案犯，马副主任已经抓到了，是个共产党。恭喜主任，恭喜马副主任，应该的。马副主任，抓到的那个共产党要马上审问。是。小黄没有牺牲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霍春辉决定不顾一切要救出自己的战友。在那一瞬间，霍春辉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陷阱，这是马天一特意为自己准备的一个陷阱。他耳中突然响起下午审讯时凄惨的声音。霍春辉了解小黄，那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战友，即使敌人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折磨他，他也不会发出屈服的声音。现在，霍春辉已经可以确定小黄牺牲了。
走了。走了？对，下了班就走了。春晖，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既要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上级针对那份机要的真伪做了甄别，是假的。是我的责任，我考虑的太不周全了，牺牲了小黄。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。如果说那份机要是假的，那真的机要就不在施家。我想还是应该从施小云那儿打开突破口。对，施小云。上级得知事实，希望你能够争取施小云。明白。哎，特派员，不要太在意，一帮学生不懂政治。我只是失望。为什么？读书人也不理解“战则必败”这么简单的道理。爸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中国人是不会向侵略者低头的。霍春辉敏锐地察觉到马天意对施小云的警觉，这个对手太可怕了。霍春辉决定要提前自己的行动，还要尽快争取施小云拿到机要。小云，少说两句吧，大家心情都不好。他们骂我是卖国贼。特派员，其实您不必理会他们的说法，等新政府建立，一切不利的言论都会消失的。我相信历史会证明我们今天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哎呀爸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就算是在战场上死伤，国人也不愿意束手就擒，这就是民意呀。可是生命就这么儿戏吗？真的战争打起来，这些老百姓怎么办？一个个的家庭生离死别，我不愿意看着生灵涂炭。不战而降自古以来就会被人唾弃，难道你也想成为秦桧吗？混账、怎么拿我跟秦桧比？你打我。哎，小云。特派员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特派员你要保重啊。我没事没事。您看那份纪要是不是还是交给我们保管更稳妥一些？春晖，我真的很迷茫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爸他确实有点不可理喻了，我劝过他别去，学生们肯定会把他看成是卖国贼的，可是他就是不听。小云，你爸跟着汪精卫是为了什么？
金钱、地位，还是权力？全不是啊！他坚信战必败，他觉得只有向日本人臣服，才能换来中国的安定。你怎么想？中国人向侵略者低过头吗？为什么就不能顺民意呢？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想法。我妈妈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，我只希望爸爸能够平安。我原本以为他回到国内，看到国人对汪精卫政府的敌视反应，会悔悟。可是，星月。我帮你。你怎么帮我呀？让你能轻轻松松地活着，让你的家人不再背上卖国贼的骂名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我愿意把自己的性命都交给你。一个正确的决定，会让你放下所有沉重的包袱。他们居然对学生开枪！什么？学生举手示威抗议新政府，对王先生有比较激烈的言语。我想去安抚他们，是谭玉贵和日本人居然向他们开枪，毫无顾忌的开枪，毫无人性，这样做怎能服众？这已经不再是你施先生应该担心的问题了，谭主任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施先生，从现在起您就不再是特派员了，上面会重新考虑对您的任命。可笑我施某人一心为国，原来只是个玩偶。其实没有今天这个东西，我也准备辞职不干了。施先生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您不适合为官。那么那份纪要就请您交出来吧。我们走。春辉啊，你也没有必要留在这儿了，跟我们一起回去。爸爸，其实现在这样不是更好吗？我是担心你的安全。谭玉贵这帮人心狠手辣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我有办法。
霍春辉知道石莲本交给潘玉贵的这份机要一样还是假的，潘玉贵迟早会发现的。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一个大胆的计划悄然在他的脑海里形成。请啊，主任，来，恭喜主任荣升。恭喜主任，呵呵。哎，这李队长还真有眼光，他就说我有升官的命，你们看，还真让他说着了。您说这玉龙是李队长送给您的？是啊，摆了好长时间了，我还真信这个。好东西啊。主任，要不也借我摆几天，说不定我也能荣升荣升。啊，好啊，那我一会儿就抱走了。没问题。哎，可有一样，有还才行。那是自然。哎，要说石莲本这个人啊，我还是很尊重他的，只不过他这个人的政治立场吧，明显的亲共，也就是因为这个，上面才决心换掉他。那您觉得以后我们应该对他怎么做？毕竟是王先生多年的老友了，还是和善一点吧。主任，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妥。这霍秘书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春辉啊，说说。因为我跟施家接触比较多，我是担心万一他们真的跟共产党有联系，主任，可能会牵连到您呢。哎呀，好啊，春辉啊，不枉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可是啊，对他们妇女千万不要有什么过激行为。这个我明白。但是一些必要的手段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呢？那说说你的想法。恕我直言，我觉得起码要上监听。可以倒是可以，但我们总不能大白天的进人家里安装吧。这个您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好。二叔，我想立刻跟您见一面。小雨，春辉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爸怎么样了？啊，他还好，有点累，刚睡下。你先坐下。你听我说，我来你们家是为了给你们家安装窃听器的。窃听器？对，明天我就安排你们离开。这么急啊？我跟我爸说过，但是他还有些犹豫，能不能再给我们些时间啊？今天你父亲给潘玉贵的那份纪要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并不重要，那份假纪要瞒不了多久，很可能你们家明天就会有危险。楚辉，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？因为我的信仰。信仰？对，我的信仰要求我，为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幸福，我必须随时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对不起，有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文本，
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没有书面上的东西。我爸爸有个本事，过目不忘。当初为了安全，他没有带纪要的文本回来。这就是说，纪要的全部内容都在你父亲的脑子里。嗯。小云，明天必须走。按照这张纸条上的内容，一步一步的做。请你相信我。春晖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你说。你要保证我爸爸的安全。我会的。怎么这么急呀？出事了，行动必须提前到明天。明天啊？对，马天一在潘玉贵那儿找到了李明送他的一件玉雕，他一定会在上面采集到李明的指纹，还有石莲板将那份假纪要交给了潘玉贵。我们要在他发现之前转移走石家妇女。那份真正的纪要呢？哼，全都在石莲板的脑子里，根本就没有文字的东西。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我们以前那条线路仍然安全，可是失联本每天出行还是会有特务跟着，怎么才能避开他们呢？只要避开马天意就行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由我来引开他。我觉得是时候让他知道李明是怎么死的了。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，我不同意。叶然，叶然，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已经在施家安装好了窃听器，明天上午打电话给石小云，告诉他你是新报的记者，约石连本中午12点在玫瑰咖啡厅做一个专访。我会让他们在南大街与你们会合，你护送他们离开。那你呢？明天你还要安排我们在帮会内线的同志上午去找潘玉贵，明确地让马天一知道前四的失踪时间。记住一点，要和你打电话给石小云的时间重合。马天一这个人的疑心很重，他一定会相信我们故意暴露给他的玫瑰咖啡厅就是我们的会合地点，他一定会去抓我，我就在那儿等他。春晖，放心，我会在老地方跟你们会合。我本是我龙岗，龙哥儿里个儿，龙哥儿龙三，三大地人，丁阴阳。如反掌，东根里根龙根东。主任，好兴致啊！啊，哎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喂，嗯，是我，盯着他。你呀、啊，喂，施家的监听电话刚刚来消息，施联本约了一个记者在玫瑰咖啡厅做专访，他们刚刚出门。那先盯着他吧。好，姐姐，韩主任，打扰了。哎呀，刘老板，您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？韩主任，我亲自给您请安来了。哎呀，来，我介绍一下，
这位是我们的马副主任，这位是刘老板，在帮呢。啊，马副主任你好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您客气，咱们请坐吧。好，请请请。刘老板最近帮会的事不忙吗？哎，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。最近日本人他们在码头上查得很严呢，生意也不好做。能不能关照一下，请行动队的弟兄稍微给帮助帮助。啊，新政府马上就成立，我们再逐渐收回租界，到时候帮会里的生意应该会有所好转。说句不该说的，只要不给小鬼子当孙子，怎么着都行。现在民愤这么大，他们说我们是狗腿子，时不常的手下莫名失踪了，帮里人心浮动啊。您最近有手下失踪吗？有，就前几天。几号？二号晚上。刘老板，你放心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忙我一定帮。哎，韩主任，谢谢您了，改日我一定宴请您。谢谢，我就告辞了。哎，请。哎，慢走。哎，好。主任，进来。主任，马副主任，嗯，那件羽龙上采集的指纹不是黎明的。混蛋，那才真正是黎明的指纹。喂，下去。哦，大佐先生。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，我马上查。天意啊，出事了！失联本片单的纪要是假的，日本人刚刚甄别过。我明白了。全是他，霍春辉。霍春辉，他今天可没上班。失联本要逃走，一定是和霍春辉见面。马上封锁玫瑰咖啡厅。那也是假的，霍春辉故意让我们知道的。马上封锁去法租界的所有通道。主任。我现在就去把霍春辉抓回来，失联本想要转移出去必须经过法租界。他跑不了，他跑不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石先生，小云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剩下的这段路，这两位同志会负责的。谢谢了，楚小姐。石先生，我相信您一定会兑现您的承诺的。放心吧，一定的。楚小姐，春辉他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他正在为我们的信仰而战斗。即便是牺牲自己，我一定会去学习你们的信仰的。希望不久再见。再见。
嬴政，丫头，去玫瑰咖啡店。顾春辉，你又想骗我？你们几个都给我盯紧一点，守在马里边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马副主任，失联本的车往南市方向去了。什么？霍春辉，我最初的判断没错，你就是内鬼。对于日本人的走狗，我就是吓得你们胆战心惊的鬼。可惜，你也没拿到那份纪要。那份纪要并不重要，争取人心才是我们的最高目标。卖国贼，注定就是这种结果。直罗真会战时候，这时候怎么样了？他很好，